像峰一样的，所以又有人把它称为叫峰沟。要爬上去的话，爬上去之后再背个背抛，再很快再弯到右下角，再勾起来。啊，这种勾法呢就称为峰沟。啊，这勾，那我们把它写成字啊、哦。这个勾是属于比较委婉的。那我印象中前面有个峰字，